慢着啊，到前面等。故事，讲讲典故，觉得很好。
这个挪到这边。就是小孩子们可以吃了吗？小孩子们可以叫过来。吃饭吧。小孩子们啊。就你们三人够了，需要帮忙吗？可以让小孩子们可以开吃，只要一开吃了就。这鱼都给放上去，这个放上来吧。还有吗？我以为买这个呢。还有。很多。太好了，吃的现在都吃多少了？好，别开玩笑啊，别开玩笑。这么近的距离，这是第一次。小朋友起来，小朋友起来，快！
快嗨嗨 It lives in the ocean. Well, yeah. 快什么大鱼意思是吧？还有个叫 Big Lake。Big Lake， 对，还有一个大湖。然后那边也是很不模糊。Let's try to go over there.卖的好多好贵好贵啊！他们买好车子，
住好房子，买贵重的衣服，啊，这些东西你不要看这是一个社会现象，你知道他呢，本来是个穷人，本来是让人瞧不起的人，他做这些东西，他在身上用这些装备啊，是为了一个什么？自尊。啊，你现在要瞧得起我。真正的富翁，你看比尔盖茨啊，他不是拿这些东西装备，是吧？比尔盖茨到哪儿往那一坐，他是比尔盖茨，他就是穿大裤衩穿汗衫，他也是有钱人，不用这个装备。不是，我相信只要你能够发自内心的抓住神，神一定会祝福你，神做事有定时。我知道你也很难，你这有很大的难处，我曾经有过这个时候，我会有深深的感受。只要你仰望神，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神一定会添加给你。也求神给我一个就是大度的心，将来不要忌讳神给你的恩典。谢谢。这个世界上呢，现在三分之一的人呢过胖，三分之一的人呢过瘦。你们看见非洲那些难民，瘦的就像个就是柴板一样。但是北美也好，这些很多发达国家呢，因为肥胖有很多减肥中心，什么什么中心，很多人就是胖，还有的人瘦。联合国呢还做一个这样的统计，联合国做统计的就是我们地球上这个粮食呢够吃，地球上粮食够，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饿死，粮食不够呢？就是三分之一的国家的三分之一的国家粮食过剩，三分之一的国家的粮食又不够，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不愿意分享。人们就是不想把自己多的东西给出去。神创造我们这个天地，这个地球东西是够我们吃的，就是因为有些人多拿。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以色列人，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就让你拿多少，每个人拿一份，你不要多拿，多拿都会坏。那么礼拜六呢让你拿两份，因为礼拜天不降玛纳。那么有些人呢就贪，就多拿，多拿也没用，到你多拿的那一份都会坏，神就这么奇妙。那么力表示在什么呢？我们在生活中失去应有的见证，做神儿女的见证，立在这个世上对那些不信的人应有的见证。面对的是罪的试探，我们也是常常软弱，也无法胜过，这都是软弱无力的表现。另一方面呢，因为我们是被神重生的，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一个改变，那么你发现你的征战是非常大的啊！你心中的征战是非常大的。与神同在的生命，就记住啊，永远记住与神同在的生命，这就是当初那个亚当刚开始的时候与神同在。还有一种是与神不同在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就是与神就是是不是智慧果？我们现在头脑怎么样？我们做主，我们像神一样。神不是说吗？你吃的日子眼睛亮了，就像神一样。我们就是在我们没信主之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头脑，我们自己做主，而且呢，我们有时候去拜那些偶像。啊，这咱们打羽毛球，咱们打羽毛球，我到时候要录的话，我他妈就录两个，那这就是谁要给可以做的不一样，不是吗？那是我是不是？打得都挺好，天谦虚，这个我就不谦虚了，打得